南无不达雅，南无达玛雅，南无桑伽雅，南无不达雅，南无达玛雅，南无桑伽雅，南无不达雅，南无达玛雅，南无桑伽雅。好，我们观想毗卢遮那佛为我们灌顶加持。你可以想象啊，毗卢遮那佛伸出他无远福界，就是说外远他就伸得高，他的手呢好像棉花那么样子的柔软，轻轻的放在你的头顶上，碰触你的头顶，给你灌顶加持。Om Amoga Vairochana Mahamudra Manipema Jivara Pravadaya Hum Om Amoga Vairochana MahamudraMani Pema Jivara Pravadaya Hum Om Amoga Vairochana Mahamudra Mani Pema Jivara Pravadaya Hum透过毗卢遮那佛的灌顶加持，我会感觉全身充满着能量，充满着光明啊。那如果我们随时身心都在这种状况下，那么你一定不会颠倒，一定不会起烦恼，一定不会产生痛苦啊。所以其实一切都是我们的心所现所变，心如果变得光明，变得有能量，那么我们的身口意其实随时都会在很吉祥圆满的状况下啊。那接着我们来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。Om Mone Mone Maha Mone YeswahaOm Mone Mone Maha Mone Yeswaha Om Mone Mone Maha Mone Yeswaha 我们的心随时都是很寂静的那随时都在大寂静中。 Mone 就是很寂静很祥和啊，马哈就大大寂静大祥和，梭哈就圆满我们要圆满呢，一定要调伏你的心，随时让你的心很寂静很祥和，那我们就随时都会法喜充满接着我们来念药师佛的咒。Om 百沙劫百沙劫百沙迦三摩嘎的梭哈Om Bai Sha Jie Bai Sha Jie Bai Sha Jia Samut Ga De Swaha Om Bai Sha Jie Bai Sha Jie Bai Sha Jia Samut Ga De Swaha 不管我们身心有什么毛病，其实无非都是来自贪嗔痴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贪嗔痴给收摄起来，那我们就什么病都没有。只要你拿掉了贪嗔痴，你什么病都不会有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病都来自贪嗔痴，从意念的生病进一步
到达身体的生病。一般身体会不好，大部分都是心情不好，心情会不好，大部分是思想的内涵不好，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一些业力的状况，还是要从根本改造，要从根本呢，就从我们的心，这个地方随时要督摄六根，然后把心专注起来，然后安住在空，安住在明，就是一向一法不生，一向不着，那就是空。明呢，就是保持了了分明。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心，那自然贪嗔痴生不起来，所有业障都生不起来，那尤其我们到要往生的时候，那更是关键，等一下我再说，就是我们来念长寿佛的咒。Om Amarani Jivandiya Swaha Om Amarani Jivandiya Swaha Om Amarani Jivandiya Swaha。 要长寿呢，其实很重要，就是随时要起善念，行善行造，就是造善业，更重要是那个心的那一份慈悲，等一下我再进一步说。好，那我们再持一下那个准提佛母。Om Chare Chure Junte Swaha Om Chare Chure Junte Swaha Om Chare Chure Junte Swaha。 要成就什么，就是要用对的方法，但是呢更重要是付诸行动，要努力的，全心投入的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，所以掐累出累春退，其实就是精进啊，精进啊，好好的去用功，好好去付诸行动。那我们想要有所愿求，就心里面有什么愿，希望达到什么，一定会完成。所以准提菩萨就是精进菩萨，我们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加持力，就是他很精进，还有他很少分别心，所以不要太执着。我们学佛修行很大的麻烦是很执着，分别心很大，那个好恶取舍很分明，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很有原则，但是呢，你随时是让自己神经分裂。这个世界本来只有一个世界，不是两个世界。为什么要在我们心里面观念里面变成对立的世界？这有问题哦，我们的知见有问题，我们无明够坚固，本来不可分，你硬是可以把它分开来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错误的知见所形成。好，最后我们念阿弥陀佛。Om Amitabha Sri Om Amitabha Sri Om Amitabha Sri。 我们这敬爱的老师父诸位法师慈悲，我们普济会萧宏会长、简会长、现任的杨会长，慈悲吉祥啊，诸位大德，诸位精进菩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啊，请放掌。我们刚刚在很寂静的状况下，很清凉的状况下，静静的修耳根圆通，就是你听到那个雨不断的下，那雨其实就是降甘霖，所以我们只要听着雨声，然后一念不生，慢慢的我们的身心会寂静下来，那甚至呢会有穿透的感觉，全身好像变成透明，好像没有障碍了，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只要不打妄想，心里面不要再用打妄想，就把身体交给法界，
那其实很容易有所感应，就 有一定的体验跟受用啊。那我们每一次修完法以后都会念嗡啊吽，我今天晚上就来讲这嗡啊吽啊，因为它很简单，但它又是很根本，又是有不可思议的能量，又是跟我们的身心息息相关，所以这三个字很好用，一定要懂它啊，而且更重要一定要用它啊。那用的时候要检验它，我念了这三个字我身心有什么变化啊。那我们从我们的身心开始来谈，其实每一个人离不开他精神状态，就是他的思维，他的想法，这是其一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跟我们切身相关，就是我们的心情，心情好不好。第三个跟我们切身相关，就是我们体力好不好，就这时候身体有没有能量。那这三个字呢，刚好就一个负责你的脑头脑，就是会不会力不从心啊，就想什么东西想不通，这时候就头脑 里面那个脉啊被阻塞了，然后气不够强，点不够清净啊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就是用 Om 啊，你不断的念 Om， 慢慢的你的思维，你的脑部就会充满着能量，充满着氧气，然后把那些不没有打通的也可以打通。尤其现在的人越来越多中风，变成植物人啊，变成想什么想不起来，其实那个都是脑部受损啊，不是受损就是有阻碍啊。那可以用这个字，你自己可以用，也可以帮别人用。别人用怎么用呢？其实你就用手掌贴着它的顶轮，贴着它的顶轮，我们现在摸着顶轮感觉一下哈，然后念嗡，会不会震动？有没有震动？从你的掌心就不断的震动哦，嗡嗡嗡嗡，有什么感觉啊？是不是？然后你做几个声音，这个发声以后，然后你闭着眼睛念，念几个声音以后，你张开眼睛，你会发觉突然变得很亮。就整个那个，其实我们的眼耳鼻舌身，包括身哦，身的触觉也是由中枢神经来负责的。所以我们只要把脑部照顾好，其实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就都打通了，都进化了。所以这个根本咒很重要，就是负责长养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精神状态，负责照顾我们的精神状态。然后接着呢，那个心情，我们今天心情闷闷的不舒服怎么办？就念那个啊啊，就整个把它抛开开放啊。你越念出来的声音如果越没有障碍，那么心情很快就打开，自然就打开，一下子把那个闷闷的塞住的气，不吉祥的气就把它打开了。啊，就是无声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。所以这个声音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发声了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语言都一样，不管哪一个国家，母音的第一个字一定是啊啊，一定是 啊。所以我们会发声，第一个发出来的声音也是啊，所以这个啊呢，就是我们本来的状态。那我们现在因为想太多，挂虑太多，所以把自己闷得快死了，心情很不好，那你就用这个把它打开啊，那慢慢的把心情转化了，精神也好了，心情也好了，剩下来这个肉体有时候会因为负能量
或者是我们因为把它弄得太累，它力不从心，那这时候就要从我们的丹田，我们的丹田就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中心，由我们的能量中心发出那个爆炸性的轰字啊，我说念轰，这个声音不对，它没有爆炸性，轰没有爆炸性，轰，这个才有爆炸性。所以那个爆炸性是什么？压了以后，压到它受不了就爆了啊，所以发这个声，呼呼哈，哈哈哈哈，下去呼，然后呼压下去以后，往头顶上冲，轰。试看看啊，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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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要打通我们全身，那些不顺畅的，用这个爆炸的声音把它炸掉，啊，所以这三个声音就可以把我们的精神状态改善，我们的心情改善，我们的身体状况改善，啊，所以它是。滚都三宝就普贤王如来的根本咒，也就是这个法界究竟的佛，最根本的佛开始启动的时候的三个根本声音，就嗡啊哼啊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这是第一层的意义。那第二层的意义呢，我们常常都会知道，顶喉心就身口意，那顶是 Om 白色的，喉是红色的阿字，心是蓝色的哄字，那这 Om 呢就代表毗卢遮那佛，就佛部的究竟的大光明大智慧 Om 啊，这个眉心这个地方就白色的 Om 字，然后喉这个地方变成红色的阿字，阿呢他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就是阿弥陀佛，他是红色的慈悲力，然后心呢是蓝色的哄字，他是不动佛，阿出佛，就金刚部的佛，所以他是我们大方便大能量，这边是大智慧，这边是大慈悲，这边是大方便大能量，所以你常常念嗡啊哄，就三部的佛随时都在加持你，譬如遮那佛加持你，阿弥陀佛加持你，那个不动佛加持你，阿出佛加持你，所以你念嗡啊哄，那这个就身口意，那这三个东西呢又跟我们的所谓的佛的三身有关啊。那个哄呢不动，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，如如不动的心，所以这个法身，这个是法身，那阿弥陀佛是报身，那譬如遮那佛就是我们的顶，是化身啊。那这个当然可能跟我们所学的时候，譬如遮那佛是报身或者法身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那事实上是什么？我们心从如如不动不造作，进一步呢发出那个要饶益众生的心，就是慈悲心，有了慈悲心还要现表现成各种样貌各种相各种能量，来达到真正的饶益众生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你的心是法身，你的语就是你的气是报身，你的身呢是化身，所以身是化身，语是报身，心是法身，啊，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就嗡阿吽就是我们的化报法三身，也就是我们最圆满，变成圆满以后，还是要透过你的身口意来饶益众生啊，这个是第二层的意思啊，第二层的意思，然后。第三层的意思呢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Om 往上的这种念头，这样子的能量，这样的 观想呢，跟十方诸佛打交道， Om 就供养十方诸佛，
阿呢是因为是一个平等气，不分别的，所以它可以饶益六道众生。那哄的时候就是可以去除一切障啊。那若用我们一般来讲的话，嗡是供养天，阿是供养人，哄是供养地，天地人，这个我们说三才了哈。那你也可以用我们中国的思想来跟这个 Om Mah Om 配合，也就是说你的随时的全身就融在法界里面，跟诸佛菩萨、跟六道众生，甚至跟地狱的众生都可以打成一片。你若不跟他打成一片，消不了业障，成就不了功德。你在天不能修地狱的行，在地狱不能修天的行，我们还好，我们当人既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，你这个心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我们不断的去想要饶益地狱的众生，一方面是对他们有益，二方面就在消我们累生累劫所造的可能往生地狱的业啊。所以再进一步说呢啊，这三个因你放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就在跟整个法界打交道，在互相的回荡。那啊，譬如说我们常说修行人士最怕的就八难，另外一种说法叫八无暇，就是你所在的地方，你所往生的去处，刚好这八个地方，那你就没有机会学佛了，很难修了。那这八个地方看起来是八个，其实还是没有离开贪嗔痴。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地狱就是太强的嗔念。因为一个人如果破坏力很强，随时心都带着毒，想要去伤害众生，那么你不是去八热狱，就是到八寒狱。所以强烈的嗔绝对起不得啊！不要让你的嗔变成你不能控制。但是我们常常犯这种错误哦。但是因为你现在还是人，所以犯这个的错误的时候，你受得了。因为我们在堪忍世界里面，在娑婆世界，我们的忍耐力都很强。但是当你往生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一世这个生命一结束，你如果那个嗔的习气很强，真的把你带到地狱里面去了，那时候就不是你受得了，不是你化解得了。所以现在就要开始化解。我们会起嗔的想法的冲动的时候，是代表我们还带着一点点地狱的习气。所以这时候你务必要，现在我当人，我务必要用人的智慧，尤其用佛法，把这个嗔的习气给化解掉。化解一次算一次啊，千万不要不化解哦。生气就让他生气吧，这个不对的哦，这样就没修了哦。不仅仅没修哦，你每生气一次，是多造一次下地狱的业哦，就多结一次的地狱缘哦。你每一次哦，就是多一个种子，所以一定要很小心。那么恶鬼道呢，其实强烈的贪所招感。畜生道呢，是强烈的无明痴所招感。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对我们的贪嗔痴要好好的去发现它、解决它、消融它、化解它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可以的，你现在身心的状况都还不错，尤其你如果能够提起正念，尤其能够提起你的佛性，就用你的佛性。我们其实在修毗卢遮那佛，就是在用我们的佛性，因为我们佛性本来要具足光明的，具足大能量的。所以你一想到你有佛性，你一想到你有那个空明的心，就是起正念，它就开始起作用啊。所以你如果不下堕三恶道，这个贪嗔痴起来的时候，务必要尽量尽力的去把它化解。好，接着第四个就是长寿天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莫名其妙的
希望动机不是对自己也对别人，就我希望长寿，我希望别人长寿。当然我们也会积极很多善业，但是你如果常常起这个贪念，你又有很多善业，那可能往生就到长寿天了。到长寿天一次让你活个够，你既然这么喜欢长寿，那就让你活个够。问题是在长寿天不会起什么正念的，就是长寿而已。没有，因为你里面没有智慧的内涵嘛。啊，一个有智慧的人怎么会要求长寿？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尽量燃烧，尽量让它有意义，让它充实，而不是希望能够长寿。你若有前面那一个做前提，我都是善念，都要想饶益众生，那祈求长寿它相应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有这个对的在支撑它，让那个长寿变得有意义有价值。反过来讲，你如果没有智慧也没有慈悲，你长寿干嘛？因为多活一天一定多损耗一天的福报。所以你想一想，要求长寿吗？啊，一个人如果没有要求长寿，走就走，很潇洒啊。因为我们心里面有那个莫名其妙的执着，我希望长寿，所以我怕死，我不想死啊。不仅仅我不想死，我也不希望别人死啊。但问题是，这个是一个大邪见，因为你只要有生，就一定要死。走得漂亮比走得慢有意义，所以求长寿没有意义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在求长寿，你一定会想尽办法怎么养你的身体，让它很健康啊什么。其实把所有的福报资粮都转化成维持这个身体，没有意义啊。然后第五个呢，就是北俱泸州，北俱泸州就是很有福报的地方。那一样的，这边要提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妄想，我希望我这一世很有福报，希望我来世很有福报。那这里面只求福报没有智慧，而且只累积自己能受用的福报，从来没有把这个福报回向众生。那这个你不断的行善没有问题，不断的累积这个善的资粮福报没有问题，但是走了以后呢，就到俱泸州去，就福报很大。那问题北俱泸州也跟学佛完全不相干，你一到那边就没有办法修行了，就是享受福报而已，就好像到长寿天就是受用你的寿命很长而已。这里面没有多大意义，所以它叫八难，八难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发觉，当然我们都认为长寿啊还是福报大是很好，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觉有这样子的果报的越来越多？植物人，还有外佣，还有什么，他福报很大，他也维持着他的生命，问题是他在空过他的生命，他才浪费他的资粮，就损他的福报。我们真的希望那个样子吗？我相信没有人希望，那就变成一种业力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发心没有发对的时候，他所招感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哦。所以里面很重要的智慧、慈悲，求有意义的，求该求的。那慈悲呢，把你所拥有的东西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尽量能够回向，能够布施，而不是只求不只进不出。那个是当然你的福报累积越来越大，但事实上呢，那个意义不大，到最后都变成累赘，变成很麻烦。现在医疗越来越厉害，所以这种生命还保存着，但他生命的价值、生命的意义完全没有的状况越来越多，这个就是我们错误的想法啊。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吧。然后接着下去就
盲聋喑哑，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讲不出话，这个呢，你说要怎么修行，怎么学佛啊？因为你没有办法闻思修，那也表达不出来，也听不进去，那这个果报怎么来的？我现在这边要小心的说，你要用心的听，拒绝闻法，拒绝看人家的优点，那刻意要看别人的缺点，刻意要听其语妄语恶口，就讲人是非的时候你很喜欢听，真正的讲实话你一句话也听不进去，跟你讲法的时候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讲那些有的没有的跟生命无关的你特别有兴趣，这个就会招感那种报，那不讲实话，不讲实话就剥夺你以后讲话的权利，就变成喑哑。啊，有些人是，是发得出声音，但那个声音发不清楚，那就喑哑，就完全，发不出声音，所以这些果报其实都跟我们，的观念，跟我们的业力行为息息相关，这是第六个，那第七个就是四字变通，专门耍小聪明。现在的诈欺集团，现在的贩毒集团，这以后的报，大概，应该就前面那六个，看你在哪一方面，比较相应，比如诈骗集团可能你会到地狱去，你现在的四字偏中很会骗人家，很会设计怎么让人家落入陷阱，你很聪明没错，但是呢，这个是很糟糕的，很糟糕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世间的学问刚好就好，不要在这边浸淫太多，因为它会让你变成习气，就是不去探讨实相，只喜欢讲道理，这个也是四字变通。然后喜欢耍小聪明，这个也是四字变通，用他的小聪明去压榨别人、欺骗别人，这个也是小聪明，这个其实都很不好。但是话又说完，也不要误会了，不是要你不用心、不用脑筋、不学习，不是，要学以致用，要学实用的学问，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在耍你的脑筋啊，做你的脑筋文字游戏啊，思维游戏，那个意义不大。我以前也说过，就是有些人很喜欢探讨，很喜欢说道理，那个其实道理不是拿来说的，道理是拿来实践的，拿来运作的，不是拿来说的。那有些人会觉得他可以说，然后就一直停留在说跟思维里面，这个也是会造成我们修行上的障碍。因为什么叫修行？修行就把你懂得付诸行动，这个叫修行，把不对的改成对，把对的不断的去做。那四字变通呢，光说不练，他就很会说很会想，但是他就不做，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条件不做，你跟前面一样就剥夺你，因为这时候你否定你不要去做，那好，你这样的习气就慢慢的变成只是四字变通，而没有真正的实践力，没有实践力就不能受用啊。这是第七个啊。第八个就无佛事，就佛法不存在，也可以讲说佛前佛后，就是你生不逢时，你活在没有佛法的年代里面，当然你想真正的学佛修行也条件也不具足。现在我们具足不具足？我们今天在干什么？我在这边说什么？
你现在在听什么？你我现在在说佛说的内容，你现在在听佛所留下来的法。所以我们在正法，尤其你如果听进去变成你的修行的那个行为的指导原则，你是在修正法，而且付诸实践的，是实修的，不是四字变通。那换话又说回来，你若听了以后，然后听回去，那就有听跟没听一样，那你懂这些有什么用？所以其实你要修行，一定要自己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我的身口意不断的改造，不断的提升，让我有机会，让我有能力解救自己，也能够帮忙别人，这个就菩提心啊。不管修什么都想为更多的人服务，这个就菩提心啊。所以我们修行这些很基本的观念，而且很简单的做法，其实要好好的常常去修。还有刚刚我提到，你譬如说你想要加持别人，那不是说我们修得很好，我们会用佛的方法，正确的方法来帮忙需要帮忙的人。那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你比如说你如果用着你的温暖的手掌，然后按着你最在乎的、最关心的、希望他往生散去的我们的亲人啊，你如果念刚刚那个嗡嘛摩嘎巴罗伽那玛哈穆特拉玛尼贝玛吉巴拉，其实就是等于譬如遮那佛在帮他灌顶。那如果觉得那个咒太长，那刚刚我们讲过了 ，Om Amitabha Hri 也可以。如果还是太长 ，Om Ahum，OK。如果还太长 ，Om 就可以，或者啊就可以，就让他进入一种大慈悲的大海里面，跟他打成一片 ，OK， 都可以。说看你怎么用。那这里面呢，当然我们说 Om Amitabha Hri， 那个这个字呢，这个音呢，其实它很妙，很妙，就可以打通你的中脉，可以打开你的顶轮，可以打开你的顶轮。Hri Hri Hri Hri， 感觉一下。感觉现在只有我在念，那你如果自己念，那更有很明显的感觉。那你如果能够念出那个感觉，你要加持别人的时候就有条件了啊。所以一样的，我们念 Om Amitabha Hri 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站在阿弥陀佛的前面，然后对着他念 Om Amitabha Hri，你对着他念，然后观想顶喉心几密，然后从下面冲到顶上来，观想他哦，你念啊，观想他这五个地方，然后到最后从密轮往上冲，念那个气，你慢慢的对声，就对着你面前的念，因为这样容易，你可以观想啊。可以想他的五个地方，然后念得熟了以后，有点感觉了以后，回过来自己念 Om Amitabha Hri。 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感觉到我里面的那的那个能量哦。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检验的，可以体验的，可以觉受的，可以受用的，可以用得上的。学佛一定要学得很具体，学得很实用，时时都可以用。学的佛叫做佛的活法，活着的、活泼的、可以活用的佛法。如果我们只是拘一个样子，天天做那些无聊的事情，然后越做越不得不做，越做好像越没有意义，那个千万不要了。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耗药，没有喜悦，你做起来会觉得
只有一个假象，只有不得不做的那种勉强性。学佛要学得很活泼，学得很自在，学得很高兴，随时充满着喜悦，没有苦啊。如果学得很苦，学得很无奈，那个不是学佛，你的理解一定有问题，你的做法一定有问题。这是要，如果靠你这力的力量，就要深入经藏。如果希望借别人的经验，那就亲近善知识，去问问人家是怎么修的，自己不要盲修瞎练。那当然也不要跟到了邪师，邪师呢，就是说他不是真正懂，但是他好像他懂，这个都很要很小心啊。好，我们哇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有点晚。讲的都忘了时间了啊！好，我们今年度的普渡法会是在下个礼拜天，下，还有两个礼拜了哈，足足两个礼拜了。礼拜天，那8月27号，如果说我们想要参与，那就去交1000块。这1000块是占卜，就大家一起用这么多的东西来普度众生，来让众生能受用了，是就是那个意义了哈。啊，那拜完以后你自己要带回去，所以不是收你1000块，是让你发1000块买一些供品来供养，然后这个供品还是带回去自己受用哈。好。那我们今天的共修呢，来做个回向啊。无尘心容，尘无宝贵，姚天水、梅其轩、陈曦、黄永明、李顺晴、吴玉芬、赵和志、陈继刚、宋廖香、周高莲、吴姿轩、朱卢光美、张简丽珍、王玉忠、潘炯安、黄碧珠、林婉珍、邓宇、邓梦涵、叶佑熙、叶敏熙、傅孙月儿、林有利、林李代、武王孝、王淑美、黄玉仁、黄正义、蔡卫、岳飞、孙蔡好、林俊邦、柯正盛、杨武宪、蔡淑芬、许贝明，愿他们都能够身心清安，远离一切业障。同时我们回向给这些大德能够品味增上，往生净土。沈学美、陈金辉、张继贤、刘志功、张麒麟、刘银雄、陈彦宏、林宽荣、杨金祥、张思环、许成金、邱川吉、欧锦春、萧国成、蔡继化、林建营、林正民、吴章彩珠、王明宏、蔡翁赤、徐和荣、陈志宏、赖兆香、许明琴、卢吉赫、许庄菊、赵强生、黄武成，以及弥陀殿所有大德，愿他们都能够品味增上，念之在之，随时心中有佛，时时刻刻跟阿弥陀佛能够相应啊。好，最后啊，我们用我们至诚恭敬心来融入法界。首先我们供养十方诸佛，嗡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啊，愿离一切无明烦恼罪障，哼。